Hi， 六甲六乙的 students， 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要给你介绍一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网站。那它是一个影音网站，免费的。因为最近呢，防疫的关系哦，它非常的大方，开放了很多不用钱的影片哈，给这个在家里给学生啊，还有跟你的家人一起来收看哦。那老师呢要介绍的影片是针对儿童的哈，是有趣然后又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今天特别选的呢全部都不是英语，但是它跟我们的国际文化很有关系。老师呢一直跟大家说学英语同时也是在认识这个国际文化。那今天给你们轻松一点啦哈，我们今天的都没有英语，也许有一些些哈，但是呢大部分就是让你要认识国际的文化这样子。好 ,OK, 好，那首先呢你来到老师的这个英语学习网哈，针对六年级的天地哈，进来之后呢，好，今天的课程6月8日我都说是 review 总复习，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课外的东西。那 我觉得小朋友在家里就是可以多多学习哈，我们已经课程结束了，你们快要毕业了哈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多多学习很多东西，而且老师介绍的都是免费的，而且都是网络的资源。 Alright,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一个主题叫做国际文化大探索。国际文化就是我们要来看看一些国外的文化。好，那请小朋友呢来到这个 Momo Mini 亲子电影院，好，这个连结点进去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好，我们立刻前往，这个手机也都可以操作哈。好，哇，你会看到说，哇，这么多东西，所以这个 My Video 的这个网站，事实上有很多大人的东西，但是它实在太多太多太多，所以老师，什么要办这个要缴钱的，先不要哈。要缴钱先不要，先按掉。好，所以太多东西了，那老师先告诉你，请你来到这里。儿童，好，点儿童进去，其他的你不要去看了哈，太多了。然后呢这里 Momo Mini 亲子电影院，好，然后呢我把它显示全部进去。好，哇，你看这么多，超级多的。那老师要请你看三部，我指定 请你看三部，而且每一部都非常短，超级短，大概不到十分钟或者是十几分，不到十分钟，对。好，我请小朋友看三部就好。那这三部看完之后，老师也是一样哈，请你要回答我问题，这样子我才确认你有去欣赏。好 ，OK, 好，这三部，第一部。我的幻想玛吉，这个非常可爱哈。然后第二部这个萨拉的单车梦，这都是不同国家的小朋友哦哈。然后第三部抢救脏皮鞋，哦，我觉得这三部非常好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其中一部，我们来看第一部哈，要怎么点进去？好，你看呢，我的幻想玛吉点进去，好。你看，哇，有这么多人喜欢呢，好，这么多人喜欢。那他这边有介绍，你看才六分钟哈，然后呢，法语耶，所以他是法国的小朋友哈。那他这边有稍微的简单介绍啊，穿上魔法袍，挥舞魔杖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小朋友自己看，好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看，限时零元，就是说他就是。这个Momo Mini 亲子电影院，它就是这段防疫期间让我们就是不用花钱就可以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立即观看。哎呦，他说要登录对不对？好，才能够看。好吧，那我们登录一下没有关系啊。那登录的话呢，哈，小朋友你们看你们是要用什么账号登录？像老师就是用 Google, 好 ，Google 账号登进去。好，好，其实我之前就登录过了，所以他你看他还有存我的资料，再点进去。好，你看老师都给他存起来爱心了，呵呵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这部片子。
好，立即观看，这样就可以看喽。好，那我要讲的是，小朋友，你要看大萤幕嘛？如果是电脑大萤幕，就这边按啊，这个你们都会吧？就按下去，对不对？电脑大萤幕。哦，display。你看他得这么多奖哎，哦，哇，老师的声音没有。你看他讲的是法语，然后他还有中文字幕，所以不用担心你看不懂。所以我说啊，都没有英语哎，哦。OK， 好，先到这边，你自己慢慢看，好，你自己慢慢看。好，好，小朋友记得哦，这三步。那说老师，我要看其他的行不行？可以啊，但是我指定那三步。诶，往前呢？哦。Oh no。好，回到这个画面。好，我指定这三部哦。再讲一次，我的幻想玛吉，还有萨拉的单车梦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介绍好了。好，这个呢，哦，超级特别的哈，他是阿富汗人，那来到挪威。好，阿富汗就是中东那边的国家。那挪威呢，就是那个。在北欧，好，就是欧洲的北边的一些的国家，好，挪威，所以是差非常远的，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就差很多，好，然后他想要这个萨拉呢，想要骑单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，到时候请你自己看哦，好，那还有一部就是这个抢救脏皮鞋。这个是Spain， 我记得是 Spain， 就是西班牙，小朋友是来自西班牙的，然后呢也是非常有趣哈，很好玩的故事。好，好，你们自己看这三部，这三部是老师指定要看，那你想要看其他的，好，欢迎啊，都 OK， 好，都可 OK， 其实每一部都不错，好，但这三部呢，你们一定要看，然后再到最后。这个上课的签到哈跟提交呢，我会问这三部电影，好，问三个问题，你要看才会回答 ，All right。